七月十三，上帝就是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上帝是光，在祂内面毫无黑暗。这就是咱对祂遐听见，现在传予恁的信息。上帝就是光的事实，建立了甲黑暗的一个自然对比。如果光是义甲美好的比如，安尼黑暗象征邪恶甲罪恶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讲：，阮若讲是甲上帝相交，却犹原伫黑暗内面行，就是讲骗话，无行真理啦。圣经无甲咱讲，上帝是一拍灯，而是伊是光，光是伊本质的一部分，就亲像爱一样。信息是上帝是完全的，毫无保留的，绝对神圣的，无有罪的掺杂，无有罪恶的污点，并且无不义的迹象。光的作用是消除黑暗的幕布，伊让咱会通分辨对甲错，在危险的道路甲安全的道路之间。光增加了咱的视力，让咱注意家己向前行的道路。如果咱行伫黑暗的所在，咱可能会掉头下一步，但只要有光，咱就会通自信地向前行。光又搁予人得到安慰，当过深深人静，囡仔醒来发觉四周围拢无人，惊惊地啼哭起来时阵，做父母的怎样做呢？因只要走过来，点了灯，惊吓便过去了，光便会带来了安慰甲舒适。兄弟姊妹，想想你伫一个无光的所在，互黑暗包围，看袂到四周围的物件，欠彩你会感觉无舒服。你的头一个想法是甚物呢？如何摆脱黑暗？如果你用尽全力大化黑暗推去，黑暗会消失吗？甲黑暗做争斗怎样呢？你会通将伊推开吗？正人拢所知影，黑暗第一惊的是甚物呢？伊真轻。只有光明才会通予黑暗退步，到底伫有光的所在就无有黑暗。咱一齐来祈祷，人主的天父，这个、世界因为罪的缘故变成黑暗，感谢你将光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赐予这个黑暗的世界。让世界明亮起来，也感谢你将这光带入凡人心里生命。在这农历七月，愿这光也进入到那些也未认识你的人。这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